你叫什么名字？这是赵强啊！你涉嫌谋杀，请跟我们回去协助调查。我没杀人，带走。我没杀人，你们抓他！其他人留下，搜集证据。是。 小何呀，你就乖乖的跟你爸服个软，他不就放你出来了吗？小何呀，你这么跟你爸爸怄气也不是个办法，听妈妈一句劝，说点好话哄哄你爸，就什么事都过去了。再说，你爸爸他也是为你操碎了心。是，他打你是不对，可是，哎，你真的不应该打同学的。 哎呦，我的宝贝呀，来，跟妈妈一起打坐，它能让你变得心平气和，然后咱们再来讨论你爸爸的事情，好不好啊？爷爷回来了，谢谢。 喂，爸，什么时候回来呀？我给你买了你最爱喝的茶叶，还有家里我也让刘阿姨重新布置了一下，就等你回来过节了。爷爷，对不起，爸爸估计回不去了。美国这边的公司出了些状况，爸爸要留下来处理这些事情。爷爷，你在家自己乖乖的，我会让邵秘书经常过去陪你的。不需要。
夏石，你在哪里过年？我在舅舅家，春风镇。